美女你好，你好，我很真诚的，我是个那个离过婚的人，你能接受吗？愿意。反正你先说条件，啥都不知道，你就问一下接不接受？你自己什么优势？我什么优势？做什么工作？躺平的那种啊。躺平的那种，我都心动了。躺平的就不用上班了，不用工作了，财富自由了，成功了。我是啊，你去讲，我是什么都自由了，啊，什么都自由了。那我人很苦，我长期很苦，我要来找人给我一起去农村。哎呀，人家都自由了，你还找人给你一起？我因为我躺平了。对，他躺平，他是有躺平的资本。知道吗？你没听说言外？这一生都是真货，不是假货。你们看见没有？衣服穿的阿迪达斯的，这个，然后裤子不认识啊，这裤子。这个鞋子吗？哦，鞋，我靠，鞋也是阿迪的。你条件太好了。是阿迪的，真的。高他不起呀、啊。我都52岁了，我有什么躺不平的？接不接受而已。我真的是干苦力的，你过来一下嘛。不，台上不能乱来哈。姐，你要注意点。看一下我的手，你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。看一下，要不要看一下？不要嘛。你伸过来嘛，你伸过来给他看一下。怎么脾气这么大？喂，这个话筒快要赔钱了。